第一次复活，没有消耗法术次数。第二次复活，没有消耗法术次数。连续两次没有消耗法术次数，运气真好。第三次复活，消耗了法术次数。可以通过使用固影花击杀幽灵，快速让救命毫毛冷却。第四次复活，没有消耗法术次数。第五次复活，没有消耗法术次数。第六次复活，没有消耗法术次数。这概率我的运气爆棚啊。第七次复活。
继续使用桂花击杀幽灵，快速让救命毫毛冷却。骚扰他一下，拉他仇恨，否则太浪费时间。第八次复活，等的就是他呼唤徒儿们，桂花耍起来。第九次复活，当他剩下半血的时候，会升空召唤幽灵。你仍然可以通过击杀幽灵来恢复救命毫毛的冷却时间。这里可以用力棍躲他的如来神掌。又来召唤图尔本了，很开心。这次召唤的幽灵有点少，你可以击杀其他幽灵，继续加快法术冷却。这三个幽灵可以让救命毫毛完全冷却。第十次复活没有消耗法术次数，这里是由救命毫毛触发的不死状态。
第十一次复活没有消耗法术次数。第十二次复活，第十三次复活，第十四次复活，第十五次复活，这次里的幽灵徒弟多，足够让救命号码冷却了。第十六次满状态复活，金池长老哭了，这怎么玩？
最应该感谢的是坚持上牢，总是给我机会。第十七次复活，这次没有足够多的幽灵，所以救命毫芒没有冷却。这里又差几个幽灵了，没有躲过去，连续复活中断。谢谢大家观看。